女生人手要备一个的个位数的好东西，就是这个可以让头发变得蓬松的发夹。头顶的头发很扁的话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你就拿这个夹子这么夹好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。出门之前拿下来，头发就蓬松了。它不像这种夹子啊，它夹过的头发是那种完全没有夹痕的，非常自然。我之前在 PTC 上买的是5.8一个，但这个更便宜，而且质量比它还要好。姐妹们，拉上你们的闺蜜，赶紧入手。